怎么办呀？爸爸送我的奥特之力手镯坏了，我要给爸爸打电话。喂，爸爸，你送我的奥特之力手镯坏了，你回来时给我带个新的。好的，小戴拿，你在家乖乖等我回来。小戴拿，爸爸回来了，快看，爸爸给你带了变身器。嗯，你才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不给我买变身器。老戴拿，快看啊，爸爸给你带了等离子火化能量器。你也不是我爸爸，等离子火化能量太危险，我爸爸才不会让我碰的。哎呀，戴拿的儿子真不好骗了。大哥，咱们赶快跑吧，等戴拿真的回来了，咱们可就完蛋了。爸爸回来了。爸爸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，小戴，刚刚在回来的路上看到怪兽在做坏事，爸爸就去打怪兽了，所以就迟到了。原来是这样呀，没有关系的，爸爸，刚才有两个怪兽变成你的样子来家里被我识破了。小戴，你真的是太棒了，给你新的奥特之力手镯，这个手镯有爸爸爷爷给一半的奥特之力。哇，这么厉害呀，谢谢爸爸，我一定会好好利用它。